再不玩就玩不到了，兄弟们，羊刀永跟牙锁，再不玩就玩不到了，知道吧？我就说一定得挨削，听着，看见没？100%得挨削，这玩意儿这羊刀有点影响平衡，性价比有点高。疯魔剑魂。我也收个刀，我学学。全军出击！是不还行？水晶瓶戳一刀，再戳平 A 斧刀，吃兵中风加平 A 走 A 戳，再戳平 A， 平 A 中风 A 一刀，平 A 迅捷步伐 Q 一下，吃药扣两下，平 A A 一下，中风甩，我们没带魔抗的吧，中风呀，预判我 W 甩，不是这剑圣来的有那么快吗？2分40秒就到了，我的天哪，我一波兵都没收完呢，我的天哪，哎，这个剑圣到的时间有点快呀，2分40秒就到我上路来了，他正常清野应该在2分30秒清完左右，2分45秒到我上路，可能玩个大虫子打个永恩，还有人呢，真是佛了，中风，赶紧推啊！这波不去支援。走呗，哎呀，这我先我收个炮车，哎呀，这人坏了，兄弟们坏了坏了坏了，这不对劲啊，永恩打上路确实是有点弱，
这就不是一个上路英雄，你知道吧？这属于是一个中单英雄。你别回呀、啊！你要狠你就别回，真的。我看你回不回啊？反正我就把兵线控在这里，回来我们就比他经验多。那能让你回去吗？啊？反正我在卡兵线的，你爱回不回？那你就别回，我反正不亏。你怎么把敌人引到这里来了呢？可以拽 ，nice 哈子，我漏刀了，我漏不漏刀无所谓，他要回家的。漏就漏呗，有点痛。不太好杀呀，去波中路看看能不能帮这个艾克杀个小驴人。哎，我不能飞尸，小伙子，我走了。我的攻速还配上一手羊刀呀，差点出错了，差点给那火炮给出了。这蛤蚱可挺肥呀，红 buff 应该不需要了吧？这么肥的蛤蚱应该不需要红，兄弟们。既然他觉得他需要红的，我就还给他，算了。哎，对不起，打不死，溜了。喜欢亮牌，好的。亮，我们已经有点起飞了啊！说实话，已经有点起飞了。打不了戳。
中风 A 走，不掉血。这波杀的，在这等啊！别看我装备没有特别好，哎，还是能杀。来戳一刀，一过来 A 接 W，A 接戳接大招 ，A 戳 ，A 接戳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戳接 W 接中风，傻逼！我说那小兵呢，我没说他啊。回家了，无敌了。我都不用回家，你再装，再装，我大招好了，我就再把你杀一波。我先回趟家啊，我先把这个给他做了，然后我们来个吸血。哎，羊刀出完出个吸血，就好打他了。其实还是先出盾弓会好打他一点，不过出羊刀打他更疼一点。他输出乏力，不是输出乏力，他就是笨。呀，他还不能留扣。我就直接这就秒他。小驴人上来了没有啊？你先保着你自己吧。他以为他死不了，他觉得他自己挺肉的。你知道我这什么？我这是羊刀，我可这可不是盾弓。人呢？人没了呢？心态爆炸了！哎，走位，拖打发了，中风，一过来中风 ，A 拖打发了平 A 平 A 再 A 接拖接回来。再搓一下，人呢？来来来来来！我都1000块钱了，小伙子，还搁那跟我亮牌呢，还亮表情呢，我都已经无敌了，给我送的都。2500，2500块钱，看看这波能不能帮一下艾克啊？嗯，剑圣没死，中路就我跟日女俩人不太行，先不上啊。我们先穿走。哎呦我的天，
还行啊，他们为了杀我把技能都给他放光了。我就上来就戳了那么一小下，就戳了一小下，就这么干，兄弟们呢，就这么干啊，这给我打的呀。去下路带线吧，这波盾弓出来了就不容易死了。德莱文起飞了，是剑圣起飞了，剑圣拿了我们的一千。先把这蛤蟆收了。不用着急，兄弟，先让我收一波。呀，我的炮车没了。刚才就一件装备，确实不是那么很厉害，两件装备就狠了。找中路支援一波啊，看看这波到底怎么回事。我感觉我要五杀，兄弟们，真不是我说，我感觉我要五杀飞走。剑圣呢？这不行啊，这队友全死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让他们推吧，我们去下路。看这有没有红，没有。一个中路二塔换一个下路二塔还行。飞得远一点。哎呀，艾克起飞了呀！好像不是下路二塔，下路高地可能也能拆掉。不拆了啊，大虫子来了。别打了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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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了。小龙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小龙，来小龙，来小龙。这剑圣怎么出个日眼？直接给大啊，点炎戳 A W， A 接戳回来，把小龙打了。来人了，别急啊，这波德莱文可以杀。Q 闪戳中锋 A 接 W 甩平 A 接戳戳一下死了，中锋 AEAW 接戳接平 A 接戳回来，要剑圣抠我们，我们再抠出去 W 接戳 A 接戳死平 A。 哎呦我的凯旋，这也打不动啊，他没有 R， 你回头 A 他，那黄人是个辅助。那黄人给我套点盐了，没有这个点盐我都把那黄人都给杀了，真的。
打个红的。打完红，我们可以来个春哥。赶紧来团，这波出事了，好大，往我这儿走。来一过来给一大 A 戳 W 平 A 戳 A 再 A 戳 A 回来，中风人呢，小驴拦死了，这样算了，打个红去吧。我们的羊刀伤害跟那剑圣的羊刀伤害就不是一个水平，你知道不是一个平行线的。有的时候我也忘记了这面具之后的一个人。走了，不打了，溜了。再见，扣我！先来个银血剑，再出个锁着甲。剑圣，剑圣，剑圣，剑圣卡兵线去了。好定。好踢，漂亮！耶，小驴人！哎呀，打条大龙吧这。反正这也没有人，这波我们不用担心刮痧，因为我们有红。希望不要来人啊！把龙打了，拿下。拿下以后，这波过来打团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好，讨厌。一上来戳 W 平 A 接大招，戳点炎接中风，黄子没死。哎呦，这谁往我这走一下子？抽 W A 戳 A 接中，这剑圣砍人有点痛的呀，怎么团灭了呢兄弟们？我杀德莱文好了，你知道吧，我想先杀那剑圣的，但我发现剑圣好像有点肉，有点打不动剑圣。来把大剑吧，双火护手剑圣还行啊，非要出羊刀，出羊刀咋的了？永恩出羊刀咋的了？我问你咋的了，有什么问题？永恩出羊刀，就非要出羊刀咋的了？为什么不能出羊刀？
不出羊刀出什么？大神，你们都得死，给个四杀，兄弟，算了，一波吧。亚索永恩被动暴击翻倍，我出一个暴击等于出俩，我羊刀就可以加一倍，我为什么不出羊刀？我都不知道我不出羊刀出什么？你觉得出什么的呢？出无尽吗？这版本啊？走吧。把蛤蟆收了。这大虫子从哪来的？我们看他们一下，应该就没事了。这女儿死了，死了吧，没关系。其实我应该出点穿甲装备。但其实也不用，我羊刀够用，不用特别穿甲。如果实在打不动了，我再出个这个。再见，剑圣也得再见，剑圣可砍不过我小伙子，来大虫子，一过来中风 ，A 解戳解 A 收。大虫子也不是打不动，也可以打得动。死了俩，能推不中？应该差不多，推中吧。A 戳，杀俺们家 ADC， 戳 W 戳一过来，再戳 A 接中风平 A 吸血 ，W 戳一刀，再戳，我死了，让我动不了，给我控死了。我想知道俺们家那艾克干什么去了都，人呢？玩呢？是不玩呢？干哈去了这？你要能跑，今天我就不叫蓝莲汉。来大龙吧，大虫子打小龙。哎，小龙可以团，剑圣没在。来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爬着那什么，留一手人，那都没有什么状态，这都可以，还把小龙拿了。这德莱文是不知道这里有眼是吧？那这不已经死了吗？这德莱文
拜拜。你知道我几段位移？哎呦我的天哪！我们从这儿一直追到这高地，没追死，反了，脱空了。回家出一个那个收集者，刚才就是因为没有收集者所以没打死，来个吸血出个收集者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到，先把这剑圣杀了。还行啊，剑圣死了。马上到，等我来。打不了，戳戳算了，不杀了，杀不死拉倒吧，剩个大虫子那根本就打不死。我要杀个小驴人还行，这连个屁都没捞着啊。拆个高地走了，一会儿人复活了，算了，我们去打个红去。我也忘记了这面具之后的真容。等一下队友啊，等一下队友，别跟对面打，拖节奏，我们死了就拖节奏，容易输，我们不能死。来，闪现啊！哎呀，打不了，戳平 A， 平 A 再戳。收集者的有我人呢？一波。随便打，我站着让你打行吗？你说你连你的家你都守不住，这就相当于你连你的女朋友你都保护不了。嗯，你说你有什么用？中风 AW， 你连德莱门 ADC 你都保护不住，你说你这个大虫子，打不了戳回来，收集者起飞平 A 再 A 再戳就无限 A， 问题不大。靠，没拆掉。哎呀，太狼了兄弟们，真狼啊你们呢。出个什么呢？破败呀！
不穿甲能好一点，关键不够肉啊，鞋子出穿甲能好一点，出这个吧。太天真了。繁星的提醒，这也没穿甲呀，穿甲装备在哪里、啊、这个多米尼克领主的致意，那件装备，这个为什么不是穿甲呀？七移速、攻速、暴击，这个加移速吗？为什么我会有移动速度加成啊？哦，因为日女在我旁边是吗？谁死了？死俩呀？那怎么办？哎，我们先把大龙打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先把大龙打了，这样稳妥一点。走，打大龙去，先扫一下啊。这边要过来抢龙啊，挺好啊，我们直接吹基地去。你们是家是不要了是吧？啊，是不要家了？我难以理解。你不会真的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吧，小伙子？家都不要了。大龙拿下来了，对，大龙拿下来了，那又能有什么用呢？我们可以不打团啊。